哎呦！龙跳跳，你别想不开呀！哇呼！我飞起来了！哇！龙跳跳带上我！哈哈，飞喽！龙跳跳！龙跳跳，看看你，把整个浴室弄得污水横流，给我好好打扫一遍。是。我要有翅膀就好了。变成气球也好啊，没翅膀都能飞。细菌空袭！细菌空袭！细菌在哪儿？尝尝我的空手道八段！细菌在天上！不早说。让我来。别怕，大家一起上。不要咬我。救命啊。这下完蛋了，我们又不会飞。飞，龙跳跳，快用你的方法飞，像早上一样。大长，可是你不是说先打赢细菌再说？好嘞，看我的。喂，干得好，龙跳跳！快包围他，包围他！糟了，来个正好！别打扰他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我们先把浴室打扫干净啊。飞翔真好玩。看，浴室里空气潮湿，所以空气中也容易残留细菌。救命啊！这时候我们要选用专业的空气净化器来杀死细菌。最重要的是要经常开窗通风。我吹，怎么样，龙勇士是不是很厉害？想当年，由于我成功预测了大海啸的发生，避免了天大的灾难。马大嘴好厉害，怎么预测的？当然是我陶瓷外壳下隐藏的智慧突然闪了一下光。你的陶瓷外壳下面装的都是水，预测应该是科学分析大数据后得出结论。意思是你也能预测？身为高级淋浴房智能系统，这种事当然难不倒我。那你预测一下细菌垃圾下一次出现的时间地点吧。垃圾会在下午3点从下水道出现。哇哦，拭目以待。对，等着看你出洋相。现在时间下午3点。这个时间的下水道让我感觉充满活力。哇！
预测准确，我好崇拜你哦，方脑哥。这不过是运气罢了。这不是运气，我调取了未来24小时浴室内光照、温度、湿度变化的数据，以及台长的清扫计划，就可以计算出浴室内什么地方最适合细菌滋生，再加上细菌垃圾的习性，经过综合分析，就能判断出它将会在哪出现。方脑哥，今后消灭垃圾就靠你了。方脑壳，我应该说佩服你，佩服你，还是佩服你呢？方脑壳最棒了，这是理所应当的。谁让我是浴室里最有技术含量的设备呢？我说过，预测是科学分析数据的结果，下次垃圾会从马大嘴的嘴里出来。万一这次预测不准呢？这次大家要彻底赶走垃圾。方脑壳，我就说你的预测会出现个万一。奇怪，为什么数据不管用了？你的分析确实很有道理，但你太小看我的智慧了。我前几次故意都按你说的出现，我不就是最后再杀你们个措手不及？你这家伙什么时候射中的？不管了，千算万算，没想到你最后逃不过我的手掌心吧？给你个机会再算一算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你会被彻底打败！哈哈，太天真了！怎么样？我的智慧比你的科学运算管用吧？你说的没错，再科学的计算也无法预测一个吹牛马桶会在关键时刻使用计谋。要消灭浴室里的细菌，推荐使用家用消毒剂。垃圾出现在你右后边，哪里有细菌喷哪里，真方便。